今天是 Canada Day， 然后我们来到Cloverdale， 要准备参加这里的小游行。其实也不算游行啊，就是一个广场，然后里面有一些 Canada Day 的活动，然后大家都穿红白的衣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看吧。大家手上都拿着国旗，然后穿红白的衣服。今天会很多人哦，然后因为天气很热很大，大家都戴着帽子还有太阳眼镜。到晚上11点，哇，大咖的饭量来了。Arbitrum 跟 PIF 一天两个都是大咖的。嗯哼。因为太热，所以现在决定要去一下室内的馆看一下这一栋室内的，会很多哦。哇，很多 summer market。他们在投票。没有，他在。Keep the RCMP in Surrey。这里是进场吗？我们现在真的进场喽。好多人哦。哇，很可爱。还有那个 Lost Child。哇，好酷哦。这个人穿的好酷哦，看到一个穿脚踏车的老高哦，这里这么帅啊，继续走吧。 Good try。 大家都穿得很漂亮哦，红色白色。还好帮小孩准备一台电风扇，这样他就不会太冷。只是脚好像要晒黑了，回去脚就变黑色的，脚底板变黑色的。对啊。上次吃的烤玉米。最有名的就是 Fresh Lemonade， 白人最爱喝的消暑饮料。今年比去年来多人哦，因为好像是知名度打开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真的耶，明显很多人耶。逛一圈。Okay.
是很多舞台开演唱会的。嗯，对啊，舞台开演唱会。去年我们有吃这个玉米，好吃。我把女儿的脚盖一下，好不好？决定把她的脚盖起来，省得回家变成那个木黑炭。天哪，超多黑炭！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. Yeah. 我真的已经可以确定，今年呢比去年还要多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有推测的错觉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啊，上次比较早来。上次比较早来，还好今天防晒已经做好了，就是戴个帽子那些。哇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就是7月1号是他们的国庆日，所以啊，就是连休3天。去跟他们拍照吗？庆祝？不用吧。这边警察的制服。我老公问我要不要跟那个制服的警察拍照，但是因为要排队，然后有小朋友，就想说不要跟小朋友挤来挤去，就决定不拍了。他来走走看看。差不多会有十几万个人来。嗯，天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流动量有10几万个人，真的、哦，很多哎，等于说住首尔的人可能都来一次了，1/4的人来，对不对？有50万的人，对啊，我们现在进来 Kids Zone， 就是小孩子的这一区。小朋友的脸画得好酷哦，他们在排 Vancouver Whitecap， 就转这个可以抽奖拿免费的东西。哦，原来他们在抽奖，很多人在排队。 My God，还有那些小摊位。小摊位，表演这边印第安人的东西，原住民的表演。原住民的表演，那他还有人在里面搭一些小帐篷。DJI 耶，大台的 DJI。好可爱哦，还有人在打哈气，这边在打哈气。It's important, say。还有什么东西好玩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现在呢？
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食物区，看有没有什么小摊位。我老公想要喝 ice cap， 然后我应该还是会喝热的吧。去看一下队伍要排多久。就是这一摊的，很可爱的一个 temperance 户外的零食区。偷拍一下女儿，她睡得很熟。这边有发现有一些加拿大的原住民的一些小图案，一个墙，涂鸦墙。很热闹哦，就是即使天气很热，大家看起来还是很开心。刚刚排队排了大概十分钟，然后因为今天 Canada Day， 所以免咖啡就免费。我们本来 cash 啊那些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像那个 PNE， 有很多游乐设施可以玩，公共厕所哦。哇，这一区也是很热闹。小孩版的，哇，那个头好晕哦，绿色那个，那个头太晕了，我无法。这个 scooter 我还比较有兴趣。我们不要走过去好了，好吧，没有路了。小的场地也可以有这个小恐龙，草莓耶，好嗨哦大家。小飞象耶，去便宜的时候人多，对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到小孩子飞区，然后感觉就是比我们上次去花门票去十八块便宜的时候人还要多，超多人的。看到有一些人在拿一些小架在看，很大一台。想玩吗？不会想玩没，因为感觉上次去便宜这边这个 OK， 这个是赢这些小孩子的。对吗？大人也可以打小小孩子。Great job! That's anything in the house you like. 而且它上面好多娃娃。是小孩子的那个，就是你只要看到小孩子，就是跟他 PK， 你赢的几率很高很多。欺负小孩的意思哦。对，就是大人就欺负小孩子。很吸引我，这里有皮卡丘比较可爱咯。哇，去比你要拉两分钟你就可以赢一个，拉两分钟就可以玩赢一个草泥马拉马，还有皮卡丘在30秒，在30秒。这个
有在练的人应该很简单吧？大家都爱看他表演。What is that? Oh, 人挤人啊，这就是一个人挤人的游乐场。小火车。小火车。So many people. 嗯哼。走外面好了。好，走外面好了。太多人了，我们决定走外面。外面比较可以好吹，走这个路，走这个路。哇，那个好嗨哦！那个大人也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那个跳跳的那个。Yes。要吹吗？好，吹吹吹。三，要吹这个，这里不太好吹，上坡。其实这还说的还不错，对啊，按照我的吐槽币 CP 值很高。哎，那个夜市也有哎，那个球球，哦，我今天超想游泳的，太热，很想游。你咖啡喝完了？没有啊，在那里啊。哦，那么厉害，很热还喝热咖啡。你如果可以练到很热还喝热的东西，那你就无敌。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这好像夜市都有哈。对啊。麦当劳今天也有活动。嗯，对面的麦当劳今天也有活动。去买个玉米吃好了。One butter. Yeah.
万的，他一起会很好吃。还蛮烫的哎，很好吃，很甜。我们每次来都爱吃。现煮的，然后他在买的时候，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加那个，要不要加奶油在上面。然后我们两只都有加奶油，加了奶油之后会更香。我们现在啊要回来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因为很多人，然后天气又还蛮热的，然后逛一圈其实大概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差不多，如果没有来过其实还蛮值得来的，因为很热闹然后很活泼。可是如果有没有带小孩的话，可能可以撑到晚上九点看烟火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带小孩子所以就算了。等一下去找个地方吃个东西，然后喝个饮料，乘凉比较实在。好，吃冰，吃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离场了，看一下离场的感，那个人潮。其实离场的人也不会输给进场的人，大家都要回家喽。这个活动到晚上九点、十点，晚上九点还会有一个烟火。11点哦，11点，更正一下，是11点有烟火。我们现在要去牵车子了，然后这里的白沙超多，因为旁边就是赛马场，这里都是这种石头路。眼睛会很痛，如果沙子进到眼睛里的话。那我还是低着头走路好了。陆陆续续还是有人进场，但是我们要离场了。那今天的 Kinana Day 就先到这边咯，下次见。